说算是无知，别的男人也跑不进来。那是烈火烧尽你回忆落风，你是答应了吗？我们击掌为誓。不不不，你不玩了，再玩就没玩了，只是被你感动了一下。Later。哇，你哭成这样！我就是不是一直没看你吗？我看你，我不知道，我刚才说我好开心哦，你感动我回来怎么办呢？